You make me so bold. You make me so bold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安安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遮瑕力很高，但是看起来又不会过于厚重的妆感。像我自己素颜啊，是有那种雀斑啊、黑眼圈，加上肤色不均的问题。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也是这样，想要好看的妆容，妆前乳超级重要。而且我觉得韩国妞的呢，他们的妆容主要会那么好看，是因为他们底妆真的画得太好，虽然眼妆也是很重要啦，哈哈。那如果对这个妆容有兴趣的人，我们就接着看下去吧。因为我就想说用开价产品画这次的妆容，那我这次主要用的是美咖的产品，因为我不管在那个各个开价或者是化妆品的通路啊，都有看到它这个产品。那我今天主要底妆是用这一罐，超可爱的这一罐奇迹焕颜霜。它这个瓶身设计真的超级贴心，就是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压一下，然后取出你要的量，然后像我自己本身习惯挤在我的手臂上，像这样上去。然后因为它的颜色是像这样子偏粉色系的颜色，这种颜色，而且你有没有看到它是超好推开的，它的保湿度很好，主要它是粉色系的底妆，有些底妆啊，它如果画起来太过于死白，有一种灰灰的感觉是不好看的，但是它这一款完全不会。而且你们看哦，我是一个有黑眼圈，然后痘疤，有没有这边有痘疤，然后肤色不均，你看像这样，它这一款也是有防晒系数的哦。我觉得它厉害是因为它不是底妆，但是它的遮瑕力啊，我觉得完全不输给粉底液，整个亮白很多，而且你看像那些瑕疵的部分都遮起来了。而且有没有觉得上完之后变得脸皮亮了很多，而且整个拉提的感觉。就是把另外一边也把它画起来，都看起来是皮肤保养得很好的那种感觉。接下来眼妆是用这个一样也是美咖的这个眼影盘，璀璨目光眼影盘，你们看里面的颜色，这一盘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，重点是它不太会飞粉，然后这个颜色我就可以拿来做打底，这个颜色真的超好看，画在眼皮中间，像这样子，然后接下来我就会用这个橘色，还有下眼影，看这颜色是很可爱。然后接下来眼尾呢，我会用这两个颜色，大地色加这个颜色，两个颜色混在一起以后，画在睫毛根部的位置。有没有？你看我在画的时候，它都没有什么飞粉的问题。像这样，接着我就会加上眼线跟睫毛啦。像这样子的眼线，然后接着刷上睫毛膏。这样就好了，像这样子的眼妆是有点楚楚可怜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样很好看。然后接着我就会上这个就是 MKUP 的这一支口红，然后这个颜色的话是09色号，这颜色我觉得很可爱，而且显色度很高。再用手稍微去压一下，我喜欢有点就是渐层晕染的感觉，你们就可以像我这样子的画法。接下来我要把这个头发拆掉，整理一下头发，然后就可以完成了。 You make me so bold. You make me so bold. 好啦，大概是这样子妆感，今天妆就完成了。那希望今天这个妆容可以帮助到你们啦。